开学大婶大一学妹，结果到了最后，那就算到这儿。好，行，那你先上去。我居然忘记要联系方式，就在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，非常难过的时候，没想到我再次遇见了他。好巧啊！这是要去干嘛？哦，那你别回宿舍了，你回宿舍挺远，你先去我的吧。啊，没事，你先去嘛。哎，没事，我在这等你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快去吧，没事，去吧。这等待的半个小时，这是我最开心的半个小时。远远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有了一种莫大的满足感。吃好了。没事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那什么。好。最终，我如愿以偿的加到了联系方式。那我先去洗澡了。好，拜拜。他好像是笑了，他真的太可爱了，我想我真的喜欢上他了。